小朋友，请把你的右手先借给老师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准备开始咯。两只小鸟飞到枝头上，一只叫叮叮，一只叫当当。叮叮飞走了，当当飞走了，一会儿叮叮飞回来，当当飞回来。小朋友，你学会了吗？小朋友，请把你的双手借给老师，我们要准备开始喽。两只小鸟飞到枝头上，一只叫叮叮，一只叫当当。叮叮飞走了，当当飞走了，一会儿叮叮飞回来，当当飞回来。小朋友，你都学会了吗？借给老师，我们要准备开始喽。两只小鸟飞到枝头上，一只叫叮叮，一只叫当当。叮叮飞走了，当当飞走了，一会儿叮叮飞回来，当当飞回来。小朋友，这个游戏是不是很好玩啊？回家记得要做练习哦。